好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我们现在游玩的游戏是《新仙剑奇侠传》，我们现在目前剧情要去白苗族的女娲神殿祈雨了。好，那大师有一个频道的赖社群，叫做牛奶大师社群，在影片右上角有一个 QR code， 在底下资讯栏有一个赖社群的连结。那这个赖社群不会就是出现你原本赖的 ID 跟 ID 的名字啊，跟大头照。你加入这个社群是重新要创一个名字，还有照片这样子。那就是加入的人，拜托就是遵守一下版规。那这个社群就是主要我会发影片直播连结到这个社群里面等等，然后要讨论什么游戏，就是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要帮助这个白苗族的族民。好像没有很强。哎，我赵灵儿是穿什么、啊？不玩，难怪。哎，应该说构，哎，我讲错了，不是说构造不一样了，应该说，女生主要练的地方跟男生主要练的地方不太一样嘛。好，我们到这个女娲神殿啊。尸首神殿，尸首神殿，尸首神殿。那你的五毒兽嘞？少主，你赶紧到神殿内避难。黑毛人已经攻进城了，不过你放心，属下一定会死守这里，绝不让敌人踏入神殿半步。阿诺小姐，你平安没事，实在太好了。啊，我老实说，我实在不懂啊，我不懂这个人这么存在感这么低，还要帮他画一个头像。装作不知道，你们真的很过分。南蛮王，你不怕，可是我怕。娘亲，孩儿来看你了。灵儿，我的孩子。辛苦你了，也能够到这里来，一定受了不少委屈和苦难吧。为娘最感到欣慰的是，你有一位能宽容你、爱护你的丈夫，这一点。对不起，你们观众有眼神太好笑，对不起，让我先笑一下。你比娘来的幸福多了。希望能继承为娘最后的心愿，用爱来化解两族之间的仇恨，这是你做得到，也应该做的。娘虽不能在人世间与你团聚，但是娘在天上也会默默地为你祝福。Oh my god！ 娘。有，我刚才有拿宝箱了哈。好，你是新观众吗？感谢收看，喜欢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，记得订阅一波。走吧，到祭坛里去吧。我要学娘一样施法祭天祈雨，只要解除干旱，大家就不必再为争夺水源而打仗了。南蛮王对我讲的话应该会变吧？咦，你简直是物化在世，莫非你娘附灵在你身上？一切都交给我吧，我会化解这场战争。
我那样瞧不起他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就是要放个圣灵珠放到文字这里。OK， 有珠子的，然后这珠子呢，左上角放火焰珠。OK， 硬上是不是？硬上水灵珠哦。没关系啊，我们按正常的方式好了。哦，可以空放哦，没差啦。了解，懂你意思。可这边还好，反正我之后也不会用。那这样的 bug 还真多啊。哦，风灵珠。看起来比较吵，是比较吵啦。放好，我放松松先。他不理我。天地诸神啊，我以女娲圣灵之名，请求你赐予这片土地新的生命。公主殿下，我家群主的人向你致谢。我只是遵照我娘未尽之志，做我应该做的事罢了。你是我族的大恩人，请留下来继承巫后娘娘留下的祭司之位好吗？谢谢，我会考虑看看。请你一定要答应，这场庆功大典就是为你而开，大家都希望你能留下来呢。魔兽，黑喵人竟然真的使用魔兽来作战！收拾这妖孽，不能让他伤害无辜的人。最好是刚才发生战斗就可以马上庆功了。给我骗！灵骨。我记得旧版的地魔兽蛮丑的嘛。印象中旧版的蛮丑的，新版好像偏蛮帅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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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算好看的吧，我记得旧版好像三个弟弟生出来而已。
对对对，旧我记得旧版的比较凶，新版的好像还好，新版很普通啊，超普通。等一下哦！哎，好，按错，我按错。哎，死掉啊！刚好。他说：“我都不管他。”一定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些魔兽，我们去救出这幕后的主使者。灵儿，有什么困难吗？没什么，该面对的总是该去面对。我们走吧。不小心被嘴了。好，这是地底深渊哈。看一下。好，这是一些怪兽啦之类的。这怕什么？怕雷吗？好，地底深渊这边有记得没有剧情吧？没有，就是地图而已。对，不对，没错，那我没记错，完全没有。那我要快走了，都不打。啊，又有地图，至少比四天窟好走了吧？为什么它不痛？不要逼我弄梦蛇哦！我是不想用 bug 哦，告诉你，小心点。啊，精神这么低。我记得苍蝇怪是旧版的比较可怕，新版哎，苍蝇怪啊，苍蝇怪。我最讨厌苍蝇了，睡觉只要有苍蝇哈，我就会起床把它给打死。流口水啊？他有流口水吗？没有，他没有流口水。可以想到这个怪物也是蛮强的。没有看过这么恶心的东西，真的很恶。王宫有宝物吗？应该是没有吧？没有。爹，七妹，是你回来了，回来向我索命的吗？爹，我是灵儿，是你的女儿啊。真的是你吗，灵儿？没错，就和当年的阿七一模一样。快过来，让父王看看你。女儿，是爹无能，是爹逼死你母后的。但是，爹也遭到了报应。王宫中所有人都弃父王而去，爹侄子，爹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。我只希望在我死前能够得到你的原谅。女儿，你能
原谅爹吗？无论你以前做了什么，你还是我的父亲。太好了，灵儿，今后你要接下爹的王位，替爹挽救这个国家。大王啊，我反对，怎可那一位妖女当我们的领袖？你这个老贼，害死我好多族人。灵儿姐姐登基后第一件事，就是将你斩首示众。我无心以王位，也不想报仇。念在你是元老重臣，只要你发誓不再使用邪魔兽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天道的笑话！你们这些小花娥，能奈我何？殿前武士，将他们拿下！哇，这个很帅哦！半月猫咪，真的很像猫咪。这次怕什么、啊？他该不怕物理攻击吧？感觉是哦。武神。呀！哎，这只这两只的血蛮多的。有，有闻到仙剑合作，有啊，我有卡片啊，你要看吗？但是我没有抽到赵灵儿跟李逍遥。我的神魔的登录游戏的时间应该是3000天了。哼，可恶的小鬼，老妖怪，轮到你了。灵儿姐姐。灵儿，无知的小鬼，真正的巫王早就被我杀了，就让假的陪你们玩玩吧。有啊，我有3000，应该3000的，应该3000的。我记得我上次看是2290差啦，应该快到3000了。我记得他有经常亡，应该是有吧？有。哦，那时候的李逍遥超强，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学生，还在念书，没什么钱，所以我就没有氪金抽。这不是束腰吗？喇叭牙，那金城文有几个、啊？不用怕，应该要装七彩玉灵芝吧？没你怕的啦，我谁？开玩笑，我谁？我可是大侠李逍遥哎！好，都完了。返校玩过了，我记得我有录，还愿没有玩过。对，等级那么高没差了啦，是没错啦。但还是想偷嘛。不是，我现在要尿裤子，你们看不到啊。
正好九成。啊，算了，不用了。做过两场再用。没死啊！啊，以前要倒地啊！啊，紧张关头的时候你根本没有。啊，不是啊，补血的，不是，我要补灵力的。写那么多、啊，感谢啊，谢谢书杰，我还以为是有人订阅。呀，嗨，死神，去死吧，去死吧！还是我丢个乾坤印子好了。不用啦，这是。感谢无敌光头王追随，感谢感谢。呀！我才不要力气了，到时候被你们呛。赢了啦，简单一力。林哥，振作点！我已经施了疏痕咒，但是林儿姐姐还是没有心跳。可恶！我要替林哥报仇！怎么办？我要替林哥报仇！我的魔神手再也不必惧怕任何人了。十年了，老夫已忍十年了。要不是顾及屋后还留个孽种在人世，我也不必等到现在。现在没有那臭丫头，我的魔神手就是真正的不死之身，这天下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碍我的。果然，十年前苗疆发生那一次大洪水，一直到这几年来可怕的干旱，这一切都是你在搞鬼，然后嫁祸给巫后娘娘，都是你们黑苗族破坏女娲大神封印，召唤太古魔兽。使大地灵气失去平衡，又造成了灾难。那些只不过是我小小实验罢了。这证明，我只要掌握魔神兽，就可以操控所有天地间的力量。我要风就风，要鱼就鱼。任何部族不听从我，我就让他们万劫不复。你们白苗族就是最好的榜样。你疯了？谁说本座疯了？这王国是我的，全苗族所有部族都要对本座俯首称臣。我第一步就要先灭掉白苗族，然后进兵中原，让伟大的黑苗族君临天下，再也没有人可以轻视我黑苗族。你们这两个小毛头哪里知道，老夫花了毕生的心血，为了就是这伟大的计划。现在我只要再献上一男一女的鲜血，而且最好是灵力越强的人，我这心爱的水魔神兽
就能够再次的复活了。祝你的春秋大梦。我们两人就作为迎接这伟大日子的祭品吧。宁儿，小五哥哥，阿努，请你们务必帮我阻止他。你没死。在没有粉碎你的疯狂的野心之前，我是不会到阴间和我爹娘见面的。想打倒我，哼，再回去修炼一百年吧。好啦，为了给他一点机会，我先弄飞龙探云手。不要说我不给他机会啊。好，回去一百年是吧，看是谁回去修炼啊。我看是你吧。啊，被封住。啊，被封住，好尴尬。那招式放完了吗？啊，我应该弄道具的吧。算了。招式就这样子哦。哎呀，死掉一个。我还是被封住。好，先解我的封住。啊！我放九神了。去死吧。哎，我九神呢？啊，对齁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，因为我月舞结局是没有九神的，我忘记了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在耍帅，好吧，没关系。啊，先用金刚瘴气。我刚才很得意，还有九神，我靠，自己被自己阴了，呀，又崩溃了，靠呗。没关系，我们乾坤一指。等一下，我有钱吗？我有钱放乾坤一指吗？干，我又被封，王八蛋呢、欸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要叫做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原谅我。呀呀！站起来了！哎，那好，没事。靠呗，忘记了。啊，不能用梦神的 bug 吗？可是我不想用梦神 bug。我刚才很嚣张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比较深了啦。夺魂一定必杀吗？可是夺魂不是很难中吗？好，我先让他睡觉。夺魂，他试试看。5%。
对哦，没有七彩月影之，因为不能用，因为没有月乳结局用掉了。那我还是靠自己好了。我还有钱吗？我钱剩多少了？我现在看不到钱了。好了，该投了就投一投了啦，去吧。哎，等一下哦，就这场打很久。羊，八百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刚才不应该拽的。好，保罗晚安。不能丢纯阳剑啊，白痴哦！不要乱丢。爆炸鼓，爆炸一下。好烂。每次只要唱秋，我就会出贼。我再也不敢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那人一开始就封招的，太过分了吧？怕什么、啊？他刚用血打我，然后用雷，哇，这次没雷。不会的，我怎么会输呢？不要封招啊！王八蛋！啊，这招很痛。啊！又来了！哦，烦欸，我怎么记得以前没那么难打？啊！不要！是你逼我的。死了吧！哎呀，没事没事。没事的，我是不是没钱了？你已经无路可逃了，俯首认罪吧。休得羞辱老夫！这老家伙竟然自己了断了，太好了，这坏蛋再也不能耍什么阴谋了。嗯，从今以后终于恢复和平的日子了，这次可真多亏了阿努。你看哦，赵灵儿的身体是透明的，所以真的跟观众讲的一样，可能这时候赵灵儿已经死了。你看他身体是透明的。咦，那当然。
怎么回事？糟了，这水魔兽的叫声。水魔兽？那是打不死的妖怪，这下可不妙了。妖孽！可是那老家伙不是说过，那还要一男一女的鲜血才可以使水魔兽复活吗？小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没时间迟疑了，我们必须在水魔兽还没有能力为恶之前，赶紧阻止他。比较有不好的预感，就是想到巫后牺牲自己，所以他怕赵灵儿也会牺牲自己。哦，对，苏姐，我知道，昨天鸦片有教我。可是当年你娘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也无法将水魔兽彻底消灭，我怕你。我管不了这么多了，苗族好不容易才解除了干旱的折磨，若让水魔兽苏醒过来，岂不是又要遭到洪水之苦？灵儿姐姐，灵儿，等等我！灵儿嘞？灵儿。好，今天可能到这边结束了。